我从这里看到有好多人正在敲船上面的墩子，等把那个船的墩子敲完之后，这个船就可以直接滑行下水。小型的集装箱船，海风的，船不大，马上准备下水。马上船准备下水了，后面怎么还有两个人站在那里啊？一艘小船马上准备下水，船台滑行下水，海风的。